小帅，看我喵喵点穴手。哎呀，猫小美，我们都是大孩子了，别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。嗯，好吧。哎，那你快给我解开呀，不解开我怎么玩玩具呀？喵喵解穴手，一二三四五十，藏好了吗？嘘，猫小美，藏好。我来找你们了，猫小美，你在哪儿？猫小美，回来！哥哥，找到你了，猫小美，妈妈呢？猫小美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就要收拾你了。妈妈，脏东西才要被收拾，我不是脏东西，我是家里的宝贝，不能被收拾。那好吧，这几天你不许出去玩哦。你是家里的宝贝，要藏起来。